年纪越大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肌耐力会慢慢减少，脚会没有力。选对好的辅助，你就可以走更长远。对，你可以走得更长远。它叫做超稳魔杖，魔杖椅哦。你会发现到说，它打开之后呢，它是呈现一个三角稳固的一个力学设计，所以它是很稳的。它是一个航太级的一个铝合金设计，只有990公克。我跟你讲，它相当于一个保温瓶的重量而已，所以非常的轻。然后你看到它前面这边是三片式的，对，微的有点弹性。它的高度是刚好50公分，他们站起来也是轻松的。对，收起来是，然后还有一个弯钩，那个弯钩设计，你就从这边拉起来1秒钟。这是我们一般的瓷砖，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家浴室啦，突然下雨天的时候，人行道上面其实都很湿，因为它的面积够大，所以它的抓地力够稳。就是在沙地这边，它做的也很稳，真的很稳呢。是，想起来了，太舒服了。上山下海，年纪不管大小都不是问题了哈。好，特别注意喽，这个魔杖椅值得您参考。